筋按摩椅到底是不是智商税？来，咱们先看视频。哎，回来了啊！原视频看的是真解压，咱们打看一下，一个主体，使用说明书，还有一个线啊，打开以后就这个样子，像个八爪鱼一样。这一个是开关键，这个是选模式的，这个是调节力度的，这个是热敷的，整个运转的过程，来你们看一下，就这个样子的。接下来咱们给它戴上去，感受一下啊。喂，来你们看一下。看这个部位，哇哇，它刚好捏到啊！来，你们看一下啊，它这个爪子啊，刚好把你的这一个三角肌和肩部的这个位置，这个肉啊，给它提起来啊，这种感觉是很酸爽的，你知道吧？而且它前边的两个大爪子啊，在捏你的脖子的后颈部，也是很舒服的啊，它的力道还是蛮大的。它的这两个带子啊，来调整方向的话，还是蛮方便的啊。比如说你想力道大一点的话，就要往上拉，如果想你的脖子捏得更有力一点的话，你就低头往下拉，如果想让你的斜方肌提起来的话，你就把头仰进去往下拉，哇，真的舒服舒服。这一个肩部按摩仪给大家测试完了，说实话是真舒服啊！买一个放在家里，不管是老人小孩还是我们自己，平时都可以按一按，放松放松，相信我，真的很好用，按起来是真的很舒服，推荐。让你的购物不踩坑。